平时的话哈德森会说中文吗？嗯，没事。你说什么？没事。没事，你能听懂他说的吗？没有。你还能再说一句吗？关心什么？对。你就叫谁教你的？不进去别看那还教的你瞅啥啥瞅啥的你再说一遍你瞅啥瞅哪里哎他为什么说那么快呢他喊脚他喊脚他每天都这样对话哦大喊每天都跟他这样对话对对对大喊应该跟巴斯现场来一个对不对这边请来韩森啊不巴斯你瞅啥瞅哪地瞅你咋地你瞅啥瞅你哪地平时也不教他们什么好哈、啊，这挺好，平时调节气氛啊，平时调节气氛。但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来，其实哈德森和巴斯跟摇篮的队员们融入的特别好。